贝贝，你咋子了？你咋还不起来嘞？哦，你还吃药没？那我就给你弄点药来。早上我的妹妹说头有点痛，结果大清早的还没起来，感冒了，声音也沙哑了。每次呢都是我给她弄感冒药，她自己人呢也不舒服，所以说啊，给她弄点感冒药。但是我还解开了我的姑婆。姑姑都80多岁了，昨天从她女儿那儿回来，脚也肿了。我妈说我们姐看望哈。我的妹妹呢，每次吃这个感冒药就好了。我希望我的妹妹赶紧好起来。二妹，我把药兑好了，我先去看姑婆了，等你进来吃哦。刚刚给我妹妹把药吃了，我先看姑婆。他们那里也该小朋友才5岁，然后我吃了点饼干，还有这些东西。我妈吃的是姑婆的，拿点牛奶，然后搞了点软一点的包包。叫我妈，走过来。早上起来听到这个鸟叫声，感觉好惬意哦。其实我多希望我的妹妹和我一起去看望姑婆的，但是昨晚上我妹妹生病了，唉。说明我这个男人喜欢热热闹闹的。你咋还穿我奶奶的？我说那这件穿了吗？你大南瓜和包裹了。哦哦，是的。啊，你南瓜包裹了吗？哦，穿不穿？穿得穿不得嘛？我说干嘛？哦，穿得动不嘛？罢了。哦，慢慢的穿。来了，我一下去看看这个大的。昨、昨天回了没？哎，昨天回来了。我们每次走姑婆街，他们这边这个坡还就是有点高。对了，已经到我了，等下舞台节不方便拍，算了。哈哈，我妈说不方便，算了，不看了。这是那个长河蛮喜欢的，还是拍到年代中年的视频，还是看娃的嘛。今天上午去看完了我们姑婆，我们吃了中午饭才回来的。这哈儿嘞，我跟妈妈两个在山东去把衣裳洗了。你那个栀子花叶，栀子花叶开了啊，好看了。妹，哎，你看这油菊花叶了，又开起来一些了。那又开出，你要说把那个叶呢，把它剪了，你要说开成果，是不？那就了。哎，闻到一天的心情都好舒服。你那鹅肝结了，结了，这是鹅肝哦。哦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头皮没嘞，这还比土豆还长得快些嘞。嗯。哎，这是油肝上的肥嘛。我们屋头常年都在这个地方洗的，上次拍了个视频，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地方洗衣裳，哎，觉得是临时，不是临时的，是我们屋头这个地方缺水，这里呢刚好有山泉水。看这水好冰清，这个水比我们的金水都还好一点。是啊，我的想想。妈，哎，今天你这开河姑婆有啥感想啊？哎呀，是这样，早晚的，早晚的水洗澡，就都是水水浴啊。整天个晚上水河水，水都水不下去，只能喷。那这人呢？每个人要去世的时候，都是受着病痛的折磨嘛。啊，是啊，除非有脑充血，都不是折磨，其他。其他的不是这么，我在想，城里面的老年人都是大概安度晚年的嘛。我今天开始弄饭了，对，弄饭，走，回去了。